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耶嘿嘿，这是 BLT 三明治。B 是 bacon，L 是 lettuce， 然后 T 是 tomato。我怎么没看到 tomato？ 那 tomato 跑去哪？哦 ，tomato 在这。BLT sandwich， 好漂亮哦。那这个是 waffle bacon。male egg 吗 ？male egg， 嗯，然后这个是 honey， 耶、yeah ，然后它有附一个奶油，是 SCS 奶油，新加坡最棒的奶油。好，我们现在等第三个餐点来。嗯，等等，这个叫什么 egg？ 什么？我忘记了，我不知道 L 想换多少。你该接这个，这个把它夹过去。哎，又上一个来了，我记不住了，谢谢你。巧克力味道好浓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